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必须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积极稳妥地推进。我们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注重与人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相适应，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 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开放的三十年，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呢，应该说，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将有参加十七大的代表和特邀代表，按照大会通过的选举办法，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均实行差额选举。 中央政治局经过认真的研究，认为在党章中体现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的新成果，有利于全党更好地学习和遵守党章，更好地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 新闻发布会到此结束，谢谢李东升先生，谢谢各位记者朋友。